面骨圆润呢，肤质白皙，骨为阳啊，肉为阴啊，肉多于骨的女人呢，柔情似水，温柔可人，桃花比较旺。不过呢，肉多于骨的人呢，有点偏营养质，少毅力和坚持，有些不利事业啊。遇事呢容易逃避，依赖性强啊，做事呢效率也不高。眉弯而顺滑，异性缘分非常的好，但是呢善良天真啊，容易被渣男侵扰，注意防范。眉间高低啊，思虑有一些过多啊，加上这个右眉头呢稍带见，心急少耐心，容易被一些琐事烦恼啊，而没有无暇顾及长远的规划。驿马宫呢也见毛发侵入，不宜远嫁啊。眼睛呢虽然有光泽啊，但是呢泛水露白啊，心绪不宁，桃花易侵扰。鼻头饱满有肉，鼻翼紧收啊，鼻呢对于女人来讲啊，既是财帛宫，也代表夫座啊，说明呢中年财运旺，夫运足，旺夫体质。颧骨呢饱满不外张啊，人缘好，亲和力强，贵人助力比较多，但是呢同时在事业上啊有一些进取心啊，特别是婚后啊能够督促丈夫啊能够在事业上有所突破。那么鼻翼紧收啊，婚后呢也善管家财啊，不过人中稍浅呢、啊、子嗣一般呢、啊、但是这个奴仆宫比较饱满，和子女缘分比较深啊，下巴圆而见兜，双下巴引线呢、啊、晚年能享子孙的福。面骨